徐小明问老师的代志是有关于小黄瓜是安怎哈？你要看图片中有两条呢，连做伙、生做伙，毛迄个吼瓜啊心有生片叶啊。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哈。过来我有个心情，那心跳啊哈，安尼面顶我安尼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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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老师，这个是怎么了？这个其实我没有看过啊。对啊，就是、好特别哦。我正回归正这么久哈、啊，那么唔捌看过讲伫瓜啊顶悬呢啊，伊有一个这个叶哈、啊，伫这方面呢，会去伫果啊、管顶吼，啊，去发酵吼，这款呢一个啊，这个情形啊，吼，这真的还没见过吼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比如讲伫感冒病内底，伊花水也个开花吼，这种咱通常啊，伫会讲是一个这个啊，叫做花絮回春吼，但是伫回归内底呢，阿婆啊，真正是唔捌看过吼，所以呢，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我确实呢，啊，就是没有遇到过吼。那么，伫应该是讲伊伫这个啊成长的这环境吼，因为你看起来呢，啊，这状况吼，这无通讲介啊，无通讲介好啦吼，然后呢，看到就是啊，这。首先吼，先去解了解看买下者吼，就是先注意看看吼，啊，注意什么款吼，注意讲是不是啊，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有呢啊，变讲伊是不是有这种病毒病吼，变讲伫长新吼，因为那病毒的时阵，或许伊个长呢，这个你也看到伊。啊，灰鸟灰鸟吼，啊，叶啊 QQ 吼，无讲真，啊，无讲真正常吼，这款呢，这很凶。那么这有可能就是这个。那么有的这个在一个瓜啊内底两条这种吼，这个大概也有看过哈。那么这种通常是伊的一个这个啊、生长上吼，可能你拄到一种温度的这逆境吼，所以呢，我咧怀疑这个啊瓜啊顶管发酵，这嘛是同款，就是讲这种的。这个啊，发芽分化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啊就没有特别的好，无讲真好势啊，这应该是含啊温度啊是有一点点啊这个变化吼、哦，所以呢啊基本上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情形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呢如果那是有这款的这个情形呢，那么多数咱拢会去讲啊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有可能是跟天气哦含天气呢有足大的一个这种这个关系啦吼、哦。那么果啊顶管那是有一种颜色无讲介啊介均匀的迄种情形吼、哦。那么有当时啊，咱会去。啊，鱼啊，看到花鸟，花鸟，龟啊，管顶嘛是吼、哦，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啊，这个病毒病吼、哦，甚至龟啊，管顶有一个这个花鸟，花鸟迄种的一个这涉水呢，啊，这种有可能就是这个伫病毒病内底吼，因为龟啊啊，咱伫这个伫小黄瓜内底吼，有一种一个这个啊纤维病毒吼、哦，有诶叫做花叶病毒。哦、那么伊伫仔诶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得那较早去感染着，啊伊得啊，较容易有产生即款诶一个即、這个啊，即种即伫咱正回归内底做普遍诶吼，即、哦、通常叫做 CMV 哦，即、這个啊胡瓜纤维病毒哈，即、哦、种啊，即咱真容易去看哈，真、哦、很容易去看得到。那么即种诶一个即个病毒呢，除了即种纤维病毒以外，啊，搁有一个是即个甜瓜型诶吼、哦，反正有足侪种吼。哦不是跟他一种病毒，啊，都跟他很类似。啊，伊个瓜啊掉出来的，安尼啊，你也看到那种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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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、哦，那种你有诶讲，咱就好比讲啊，介像那种生青春痘这种诶一个啊，这款呢，这情形吼，这起破啊，吼、哦，这一粒一粒呢，啊，这款呢，这个情形吼、哦，那么这种都可能是这个啊，这种简单那个看起来吼。哦有可能是一个病毒，但是一般那是讲是病毒的这个瓜啊吼，伊一粒一粒以外呢，那么真济吼，真济看到花鸟，所以你这无看到花鸟，所以啊，不爱甲你建议吼，可能就是这个盆啊吼，你这地应该是这石片地，那么石片地这所在伊发芽分化这当中，就较无讲真完整啊，所以的综合这款的这竞争呢，啊伊就会出现吼，出现就是讲啊这个。啊，瓜啊呢，吼、哦，瓜啊的一个啊，一个伊发芽分化的时阵无正常，所以啊，花无成花，
啊，休无成休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去甲做伙就变成即个伫鸡啊馆顶呢，哎，有发烧啊，即种的这情形吼，所以啊，这应该是含即个有关系啦吼，就是讲我个人还是觉得啊，这是不是含你的即个严重的这缺硼吼啊，有较大一个即个关系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可能爱稍注意者吼，这应该是跟硼呢啊，但是。一般来是讲，有一个像痘痘迄种吼，鬼啊，这玩起泡啊，呢吼，这真侪呢，啊，是含这个病毒呢，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吼、哦。那么你另外注意呢，这个蚜虫啊、粉虱吼，这种的一个这个防治，那么这真注意着吼，这注意着、就是讲。是这个啊，提早吼啊，反正呢，即个昆虫啊，控制掉咧，啊，伊后边吼、哦、较慢钓钓，啊，咱就无较无要紧。啊，你啊细细长就钓钓啦，也开始咧，就产量会减真济安尼吼，所以即伫只会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小做一些了解吼、哦。那么个另外一种吼，个、哦、另外一种情形啦吼，就是讲啊，伊伫即个叶啊、管顶，你会看到吼、哦，这种啊，有一个即、这个。这叶啊吼还蛮特别的吼，作成落困啊，但是呢，伊有叶面含这条嘞，后一边啊，就怎啊黄去吼，作成去割掉草叶啊，是啥物款吼？那么这种有一个叫做绿斑花叶病毒吼，这种呢啊，这伫回归内底最近吼，好像蛮看啊看得很看到的，这个机会较侪。啊，有的人讲这个哪种是这个退绿黄化病毒吼，但是这种呢？啊，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吼、哦，因为这退绿呢，啊，伊黄起来啊，这种较无遐尼啊明显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两种病毒啊，这几种呢病毒啊，这拢嘛会互伊去出现着这款呢这情形滴嘞吼。那么这里只系当互咱好朋友呢，小做一这参考吼、哦，所以呢啊，真有可能吼、哦，真有可能是安尼。那么目前我个人的这推断吼、哦，这应该是含滴这个硼吼。哦啊，因为叶啊呢，看较长，看袂到啦吼，叶啊无看到讲伊真啊真清楚的这情形，所以呢啊，就较无讲真了解吼、哦、这款，所以呢，这真有可能吼、哦，真有可能就是讲这硼呢吼、哦，这个微量元素硼呢啊，你家己做一个这个适当的这补充吼。哦它应该啊，这有一个较明显的这改善吼，因为硼那是啊有补啊，得看开得水补，应该啊一阵火过，伊得较正常啊，安尼应该得无啥要紧吼、哦。我个人的这个啊建议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我哩小做这了解着啊，大概是这款的这个情形滴嘞吼。那么伫咱的栽培管理内底，有当时啊这种啊这个肥料吼，这通常就是讲。用诶，我盆我冇咧装，但是人家就是想刮、想热、想打、想打吼，这种天气有这变化时阵呢，啊，这个问题呢都会比较多哈、哦，比较大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种也安尼比缺盆哈。哦伊那是缺硼的时阵呢，啊，就较容易吼，较、哦、容易安尼啊，那种有一种疙瘩哈、哦，就是安尼。你奇形怪状啊，一大一大呢吼，这起来吼，这真容易啊，去看到吼，真容易去看到这款的这个现象，哎，鬼啊嘛，较袂得吼，化学分化较袂正常啊，那么这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是安尼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伫啊，咱甚至碰那是较严重的时阵吼，因为多数那是啊，高温啊，水分无够吼，这种经营的缺碰吼。伊个迄个肌骨啊，即个歪头吼，有当时啊，伊就你足明显地看到伊啊，迄所谓歪头，就是怎青面心皮安尼吼，怎规个即个形呢？啊，有足明显的一个短角吼，这种呢啊，即咱一般来讲吼，真容易去看到吼，真容易去看到这种啊，即个缺胖吼，所以一定要稍注意者吼。那么在咱咧栽培内底吼，当时啊，总共一开始吼。啊，伫即个较有诶吼，伫山区啊咧种，啊你因为迄种土较酸吼，你去甲用即个石灰哦，还是讲苦土石灰即种啊，加下一挂吼啊，即种呢，即嘛较容易会发生着即种啊，即伫碱性诶一个即个环境内底，伊就较容易呢啊，即个许呢吼，就容易呢有这种缺硼的这竞争来改就发生吼，还是讲啊，这个硫酸盐类这物件吼，这嘛是容易去出现吼，所以这要小注意一下，但是真济伫咱台湾看到拢是
天气吼，伤寒、伤热、伤干、伤湿等等的这些原因呢，来解这个引起到这种缺硼的这些现象哈、哦。那么简单的是讲先补吼，这啊，但是呢。適當的這有機質吼，這款呢，這嘛是相當的這要緊吼，先補一下，那麼很快呢，它大概呢就可以長得還可以吼。那麼這通常是會當小做一下這了解到，這小黃瓜吼，那真濟有當時你，比如說你落肥的時陣，這個氨太氮吼，因為你無注意到這種肥分吼，這小黃瓜其實對硝酸太氮呢。还是比较容易吸收啦，所以你氨太氮上过头多，那么真容易出现吼，真容易出现这种这个吼，所以伫天气内底吼，天气内底伤寒、伤热、伤干、伤湿吼，尤其这个伫温室内底最重要的是讲伊个水分管理吼，即控料上过头大，还是讲伊个本身的石片地吼，啊，即天气吼，比如讲温度伤高、温度伤低吼，所以咱前两日甲你提醒就是讲这个伤寒、伤热。伤大伤淡吼，这种呢这咱真拢会特别去强调吼，特别去强调呢伊就较容易来改这发生吼，这真侪这种的这个欠款呢拢是含这有关系吼，这部分是含肥料吼，因讲你落肥内底拢落这个氨太氮、硫胺吼，这氮素呢，也是讲你拢落尿素，所以足侪人会甲你讲，有人讲这花果袂使落尿素吼，其实会使吼，比如讲你用硝酸钾去甲染一撮啦。男子说啦，即个尿素啊，即要互伊氮素又较悬吼，互伊即个成长啊，这当然可以啊。但是你若纯粹拢用尿素，啊是讲用硫胺吼，这种物件咧，那么伊有可能就会造成即个氮较悬，氮是有够啊吼，但是呢，伊就较容易缺硼，所以你必须要得爱搭配着这种这种硝酸钛氮吼，比如讲硝酸钾吼。并讲硝酸钙哈，这类的这物件，一般来讲，正回归哈硝酸钾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肥料了哈，所以呢这里加一单可能在种朋友呢，好小做姐姐了解点哈，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，那么一定爱为介绍仔呢去给他把它管理好哈，所以。较袂出现着即款的这情形吼，当然，有可能是伫短期间吼，迄个温度，比如讲干热变化伤过头大，有当时啊，伊会出现这种化学分化呢，比较无讲介好势一个状况啦吼，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吼，那么这当好难特种朋友吼，伫管理上呢。小做者这个做个参考，做个参考啊。那么有时候啦哈，有时候呢，这个当我们特种朋友哈，就讲，真侪拢会讲我有咧补哈，这糖呢我也有补，但是你也是天气有变动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的哈，还是会有一些。有较大诶一个这种一个差别吼，就讲你有一个即变动，那么天气吼，伤寒、伤热、伤干、伤湿，即常常是拢缺硼诶，伊真重要诶一个即原因吼，所以你一定爱小来改即个注意着天气，对着即个营养诶即吸收。咱搁捌看过一种吼，就是讲迄根伤歹，落雨了啊，即个根伤歹，啊根伤歹去，就简单讲就是讲去。去堵着啦吼，即跟咱咧讲诶讲去堵着吼，去堵着水，堵着水呢，伊根无法度吸收吼，即嘛有可能会出现着即款，即种诶即问题安尼吼，所以呢，即伫遮会当互咱听众朋友吼，小做者即参考吼，硼即种物件很神奇吼，这个东西呢，这个伫咱。天气吼，这伫咱的这作物内底吼，那么它影响其实还蛮大的哈、哦，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啊。缺硼伫回归内底吼，通常咱会去甲看吼、哦，看讲伊迄个枝骨啊，是毋是有一个讲要闭闭吼，毋是闭开吼，有些看那从这要闭开啊，就啊紧闭紧闭一种吼、哦，这叫做木栓化吼，严、哦、重的时阵会。有一种情形吼，迄个足严重诶吼，所以这一定爱真细致吼，这里只互咱注意听众朋友吼，少做参考啊。